讲解应该不是公务员之类的编制吧，他应该就是外聘的吧。这是什么？景亭。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奇怪，就好多地方不管什么他都要弄个亭子。在中国都要弄亭子，井他们一般都会弄个亭子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井必须得弄个亭子？井很重要的。那肯定以前这边可以做的吧。有海，没有龙，这就是祭祀场所的特点。就是龙在哪儿？一升天了，二它在里面牌位里面，它不能在这儿。就是祭祀的地方，很多地方都是。
老大放到第一位，放高祖，放光武。没有标语了，存钱眼。它的后面是干嘛？是戏房，是吗？嗯。哦。你不懂我。三十九，诸葛亮和赵云。你不懂我。这是个附件。